台菜百年史，从极尽奢华到家常小菜，要告诉您，正港台湾味就是板德的浓浓人情味。我们说板德这种东西是怎么来的？其实早在清朝的时候它就有了，婚丧喜庆啦，啊，这个酬神祭祖啦。一日最卡学板德，看到龙虾老师忍不住了。啊，这个板德太给，他来了个他对，他的也是卡。每个礼拜天晚上八点，绿毒台湾就在森立。